哎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还扫上地了。先洗手吃饭。啊？洗手吃饭。洗手吃饭，中午吃啥饭呢？点外卖。哎呦我的，净瞎整。没做饭。没做饭。没事啊。坐那等会儿我。行。不是你又忙活啥呀？好东西。啥好东西啊？哎呀，哎呀妈，点的饺子啥馅的呀？你再吃三馅的。哎呀妈，好别说了。哎呀妈，还整点啤酒，还冰镇的。冰镇的。啊行，哎，大家喝点。啊。还行。哎，这玩意儿别整坏了，也是。看着开心。哎。哎呀呀呀！哎。哎，太好了，媳妇儿。哎，哎，好嘞。你怎么了？这怕了，恐慌。走了一口。哎呀，哎呀，头没了，头没了。那个，我把晒头发后面再唠会嗑吧。行的。哎，行。睡觉。一段情。慢点。慢点。一封信。要迟来多少天？太累了。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